知野之所以喜欢你，是因为你跟我长得很像。你不会还想靠着知野稳坐江太太的位置吧？识相的，赶紧离开。我还以为是下水道漏了呢，原来是某些人的口气。你啊，你没有长眼啊，会不会拖地？真对不起。臭保洁，坐什么电梯，脏死了，给我滚出去。该出去的应该是你吧，自以为是的脏东西。你这电梯怕是容不下你这千年绿茶精。这些是我的合约，都仔细检查一遍，哪里有问题修正一下。这摆明了在刁难我，我不干。这些都是公司重要项目，除非你想公司垮掉。还有你，今晚整栋楼的楼梯都给我扫干净。我好。喂，小刘啊，给我喊十个保洁过来。阿姨，我来帮你。阿姨，我带你去那边吃好吃的。夫人，今晚六点给您预定了五星级的米其林餐厅。不用了。阿姨也太可怜了吧，连路边摊都吃不起。别担心，我请你。把你这个祸害从知野身边铲除掉。尝一尝，这个也很好吃。你好，这边需要结下账。啊，好，多少钱？一共98。这么贵？这么便宜啊？便宜点吗？抹个零吧，老板。刷卡行不行啊？一分钱都没有。等等，还是我来吧。哦，给你。阿姨，等我一下。江总，你管管家里小姐吧，她带着夫人吃了几十块钱的路边摊。什么？妈，你怎么回事？去找家里干嘛？哎呀，我阿姨，我看你衣服脏了，就重新买了一点，回去我们试试。擅自修改公司重要合同发给客户，所有合同上都要求赔偿，你要怎么负责？我没发呀。昨天我亲眼看见你在那里整理合同，还狡辩。你还真当自己是江氏的总裁夫人，肆意妄为。江氏可还在知野妈妈手中，让她知道你擅自修改合同，绝对不会放过。真不是我发的。别解释了，你被开除了。谁敢开除我的人？一个臭保洁。江董，江董，你是知野的妈妈。从今天起，佳丽就是江氏唯一的女儿。你为什么总是不让我见你啊？我还没准备好。上次你说开黑打到钻石就见面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就一个月。明天12点咖啡厅见。你要是不来，我们就别联系了。你们真的要骗他吗？我这么丑怎么配得上他？他来了。你们谁是小佳丽啊？是我，他是我闺蜜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喝点什么？来三杯珍珠奶茶全糖。哎，你不是知道我在减脂吗？不喝珍珠奶茶也不喝全糖的。来杯冰美式就好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美式？他告诉我的。不对，他们眼神闪躲，一定有什么瞒着我。对了，夏天你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？你送的我都喜欢。我记得你生日是下个月吧？我记错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先去个厕所。哎，姐妹，我瞒不住了，要不你跟我来。我要把 C 语音版，就是个游戏社交 APP 啊，还跟你处 CP， 是因为玩得来聊得来，颜值没那么重要，重要是陪伴。谢谢你，加油。其实我才是小佳丽，我早就知道了，我的 CP。有了，敢偷我东西，看你下台敢不敢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龙海头发金发奥利，看你像什么样子，过个年头发弄得跟枯草似的，还不赶紧去收拾收拾，待会有大人物要来。大人物。不会吧，大人物就是他。哎，小心。不看路的吗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美女，晚上有空吃个饭吗？我上班时间偷懒，想被开除吗？对不起老板。招蜂引蝶。我宣布两件事，第一，以后谁都不准打他主意。第二，叫他老板娘。我们也已经结婚了。不是说好暗中潜伏的吗？你这招蜂引蝶的体质我可不烦。不好意思，第一次离婚就迟到了。这是离婚协议，你签下没问题就签。好了，给总算结束这个无聊的婚姻。单身第一天有没有什么活动？party 有很多帅哥。
上聚会你真的不来吗？没事，我知道了，他不是因为家里今晚来你才不来的吧？对的。佳丽，你可算出现了！这两年你都干什么去了？错过好多帅哥呢！都怪家里人搞什么商业联姻，不过还好，现在已经顺利离婚了。离婚好，干嘛为了一个人放弃整片大海？佳丽，听说今天晚上来的可是和你老公霍总。霍总，他最近好像也刚离婚。居然是他！看不见，我看不见。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那结婚两年未曾露面的太太。我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吧？离婚协议我还没签呢，你现在还是我老婆。副总，是家里小姐的东西，拿去扔了。好的。等一下。这不是您当年送给救命恩人的信物吗？还是。完了，跑不掉了。有完没完？偷拍的照片删了。嗯，谁偷拍你了？你以为自己是大明星？还我，还我！有病！这次大明星的专访地址发你了，完不成任务，你别来上班了。怎么是你？哟，又见面了，偷拍狂！我。啊！刘能。这次专访对我真的很重要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答应我吧。要答应也不是不行，除非神器身上一分钟六十秒钟没福气，神器身上一小时六十分钟冒傻气。别人跟我伪装聋不气，不去陪他去。等等，我去换个衣服做专访吧。跟我斗，这次大明星真难伺候。是不是网恋对象送我的？开始吧。这个，这是云谷传媒记者。这次的专访我要指定。所以你就是。害我受伤这么多次，打算怎么补偿我呀，老婆？Yes， 赢了！帅哥，帅哥！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What？ 到嘴的桃花又飞了。家里，家里桃花回来了。人呢？先说好，我玩心倩女很菜的。啊！小哥哥，你家打架贼溜，拜年。好啊，不错嘛。很厉害啊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新倩女幽魂本服前十装品唯一的女人，不如一起组建一个属于我们。好啊。哦，谁说新倩女榜一的我就找不到同样厉害的女朋友？先说好，我玩新倩女很菜的。你新倩女榜一大神，跟我说菜。游戏里有家可不够，不如现实中也成个家。